EQ 我来 kill kill。啊，这个对面亚索这个英雄咱们还是很费蓝的，再 W 一下 QA 一下走位，漂亮，直接 Q 塔这一波 Q 接平 A 接 W 刮到了，我有腐败有水喝起来 A 一下 A 一下 Q 点蓝死了，走位漂亮，我每 A 一下我的被动重置六秒对吧，等我下一发 QCD 好了，我他身上还有我两层被动，我直接 Q 他打出被动完成单杀即可，非常简单，可以，好好家伙啊，好家伙，贴两 Q 还能不中吗， AQA再 A 使出来，再 A 往回拉，打他屎啊，你怎么像你妈个魔教中了你，闪现接暴击 Q 接当场去世，漂亮，你怎么不打这个降战士呢，你打他呀，没有，说明打野就在附近，看一下看到没有，来了老弟 QRA 屎来，把打他屎啊，打他屎，可以，好家伙，哎，你这个就是煎熬，好家伙，你还比亚吉，我他的弯刀想吸我，我闪现一个 Q 拿下你的头，推一下，所以说这一波我们打个红 buff W Q 漂亮，谢谢老板的100块钱翻墙 A Q 接平接 W 打他屎，打他屎啊，漂亮，谢谢奥特曼狙狙侠送的两个性感大飞机，继续推一波线，再拿一波石头热死脸，别搞啊，确定吗朋友，你会死得非常惨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搞，不想杀你，但是你为何要这么膨胀翻墙走，这一波残血被迫双杀两人，这一波其实不太想单吃对面了，但是奈何对面太膨胀了，太膨胀了，我只能反打一波，没有任何办法，漏了两个刀我吐了，一般情况下补到200刀的话，一般水友应该大概在几分钟能补200刀呢，大概在16分钟左右对吧，也就是说这一波主播比你多花了4分钟，比你少花了4分钟做了同样的事情对吧，这多出来的4分钟我们可以干嘛呢，我们可以欣赏一部短视频，也可以看一部小电影对吧，人生当中有几个4分钟呢，下路线带一下，感谢老板，哎，这里是干什么呢，你们什么意思，爹来了为什么还不跑，确定吗，隔墙有眼，我正好有翻墙呢，你怎么这么有闪现，大招加速 Q 接平完成一波小单杀，喝水再 W 一下阿 Q 阿 Q 溜了，石头人拿下，漂亮，26秒钟大，不要着急 Q 点燃，幽梦一开极限逃跑死不掉，漂亮，
差一点点，差十二滴血就死了。先回家一下。WQAJT 亚马特，走。咱们76滴血，其实我可以无伤偷鸡的。我们刀锋这一球偷鸡是很快的。好，回家一下。谁能拦我？蛮王敢拦我 ？WQRA。会。哎，这个卡莎怎么老是喜欢做肥皂呢？你不当个人？我很肉的呀，我巨型九头蛇男刀跟你起飞浪得虚名，翻墙。俺们是巨九男刀啊，起飞浪得虚名。回家一下，差个400块钱买个复活甲，先把对面的蛤蟆拿了，再打对面的三狼。就可以回家买一个复活甲了，都没有。现在有300滴血，可以扛得住蛮王两下平 A， 我可以秀他，假装勾引他，其实已经死了。看到没有？我这个隐身就很恶心了。当我的隐身消失的时候，就是你死的时候。回家一下。啊，气不气？啊，哎呦，好 EQ， 一不小心给我下了一把新东方你。你干啥呀你？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？啊！建议拍一下 X 光。好 EQ， 漂亮。可以，然后呢？屎！哎，打他屎！打他屎，兄弟！我是你哥，给我逮到了吧？这个人烦的一批，对他，漂亮。